我真的不 care， 老娘现在有新的男朋友。耶、yeah, ！真的有新的男朋友，现在都开心，太开心了！我最近有买一个男朋友新欢呢、啊，他有出写真集啊。哦，男朋友，你在打给谁？你在打通电话给你啊？哦，我没有要接。你怎么没有接？你是不是发新歌？哦，对啊，发新歌。我想要。新同学可以自我介绍一下吗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徐凯浩。对，然后我今天呢，就是小瓜的新欢。我今天第一次来，然后就被那个制作单位告知我是他的新欢。然后我毕竟我还是要来宣传，所以我只能个，只能听话，只能听话一点。那你要不要唱一下、啊？好来，好可爱哦。女孩，我好想你，好想抱着你。舞蹈版。其实私底下他喜欢这种的，对，来欢迎来的。哎，你为什么我有预购你的书，但上面为什么写别人的名字？哦，不好意思啊，因为毕竟那个雨辰是你的旧爱嘛。对，其实耶，雨辰也是我的新欢。啊，是是是是是是。你们电话在线耶，恭喜恭喜。哎，怎么啦？谁啊？怎么有流氓？怎么有流氓？我们听说。先介绍我们自己啊，这是，我们先介绍我们自己是谁好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干准备 Titan， 我们在2月22号已经正式发行我们的第二张 EP， 叫做干准备。没错，里面有三首歌曲。Got Your Bay、幻日线以及百变绅士，没错。然后我们在3月31号会在西门河岸举办演唱会加会后签唱会。没错，我们是把话都说得很紧，让你们不好剪掉的。Got Your Bay 太客，谢谢。我们会整段剪，整段剪的。讲很久。听说你们班有一个什么舞蹈世界大赛冠军，是不是？对，我的新欢。世界巡回演唱会，哇！没有，我们也是在延吉街巡回了很久，哪一集？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延吉街，那既然这样，你们要 battle， 对啊 ，battle 一下啊 ，battle 一下，看看谁比较厉害啊！他是正义 ，OK， 正义最会唱，老师也没有得。哦。你觉得他们很帅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但其实就真的很帅。对，你要跳吗 ？Let's go， 凯浩 ，Let's go。老师 ，music。徐凯浩他是那个 Lucky 世界杯冠军，好棒哦！新同学请坐，请坐。谢谢大家。哎，今天好像很多人都来我们学校，对啊，还缺，好久不见。太想大家，终于回来了！哇！我今天来踢馆，你去日本呢？对，
就是到日本嘛，然后学到了当地就是女生现在的变美小招数，全都回来跟你们分享一下。是谁啊？我要知道是什么？讲是什么？和教手就是这样。可以到中间来吗？来，可以到中间。亲亲亲，好，是小皮。这样吧。人气的小蓝瓶哦，我知道这个，我知道啊，对啊，这个我在用，因为我们都说肌肤的健康要从里到外，所以内在的健康就要靠这一瓶，没错。哇，为什么？是因为它呢，里面有维生素 C 跟维生素 E， 就可以帮助肌肤抗氧化，然后减少自由基的产生。而且是真的，维生素 C 让女生男生变漂亮，对，真的很有用啊，对，有用。而且它里面还有维生素 B2 跟 B6， 是可以帮助身体就是维持正常的新陈代谢，所以就可以让你的肌肤很健康。这么高。吃起来是不是都很臭？对，有些人会担心的。没错，因为我自己就是也很害怕那味道。我想到你自己也很臭。不要吵架。但你们自己闻闻看，这个有没有味道？哦，好香。其实没有味道了，对，完全没有味道，不是有那个味道的那种，对，完全不会有奇怪的味道。对啊，而且它很小颗。老师，我也想要分给大家闻，可以吗？你说你的吗？不是，因为你那包包很鼓啊。他不是老师，是同学。大家最近都说我很胖，其实不是，是因为我就是把它买那个啦。对啊，谢谢。很聪明，真的很聪明，要随身携带这样。就小小一罐嘛，因为它目前其实台湾是买不到的，所以我每次到日本就会团购，所以今天送给你们当欧米亚给。吃这种保健品，就是尤其是怕它颗粒很大，就是好像快噎到的感觉。没错，但是你们看它的尺寸超小的，可以，就是很迷你的那种，什么颗粒很小。等一下，多想看一下，你看，可以这样吃吗？可以这样吃吗？因为这颗粒太小，所以那我要吃的，而且是。非常有名的那个做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是日本的知名大厂做的，所以其实就是品质非常有保证，大家不用担心。好的，对，大家也要吃吗？要要要要要！吃一下，好气色。来，我们才有力气上课啊！难道我觉得越来越漂亮，然后是去了一趟日本，然后发现好东西，没错，分享给大家。真的很开心。你们好像没有把我这个班花发言。没有。之争，好，好不好？好吗？是谁？哎，长到我自嘲了，没有碰我们班花。谁才艺获胜，他就是我们本班的班花。好，好 ，OK 吗？好啊。好，那我们先上课，大家哦，你看上课钟响了，大家请坐，坐。一个人他来演戏，演什么呢？他演出三个，他是谁？他在哪里？做什么？做什么？然后敌对的人呢，就要派出一个人来拦截，然后看谁答对题目比较多就获胜。好，好吗？那我们队长就是新旧班花西小瓜还有黄姑啊。好，那我的人是谁？有穿背心的就是你的人，赶快脱掉。先演戏。奥斯汀啊，我还好，我比较会唱歌，我不会演戏。我来，好，奥斯汀。奥斯汀演戏。那我们这队呢？快我好了，你要演戏。帅啊！请开始。谁？我。谁？完了。很难演是不是？这个人难演，好像有点难。这个哇，自由发挥。自由发挥。不是自由发挥。谁啊？蚯蚓，虫，蜥蜴，鳄鱼，人是人吗？是人。好，这有问题啊！芭蕾舞，潘若迪，
蕾舞唱歌的。谁是芭蕾舞又唱歌？完了，林宥嘉是？为什么是林宥嘉？不过他说我没有说谎。为什么林宥嘉要跳芭蕾？林宥嘉在什么上做什么事啊？哦，林宥嘉在演唱会跳芭蕾舞。林宥嘉在钱柜跳芭蕾舞。林宥嘉在小巨蛋跳芭蕾舞。差一点。下一题，谁？好会模仿哇！模仿真好哎，谁啊？好难懂啊，什么意思啊？我啦，加油！猴子，猴子，大猴，猴大，你点头怎么又大？大猴子，弥勒佛，你这，可以 pass。不能 pass 吗？谁？刚刚的题是谁啊？谁？树懒。哇！树懒。要抢答，哪种树懒？在游泳池。树懒在游泳池。快点，起来！如果知道答案，我们就直接全部讲出来。可以啊，下一题哦，预备。不好意思，你比他会比好多。下一题，怎么会把树懒演成猴子？暴龙，恐龙，库斯拉，恐龙，库斯拉，库斯拉，库斯拉在公车上，库斯拉在公车上，飞机在吃春，很像送你千里之外。飞机在千里之外，哦，飞机在千里之外，谁啊？靠你啊！谁啊？我蛋黄哥！哎，你要小心穿帮！你要小心穿帮！拜！蛋黄哥在拜拜！蛋黄哥在庙里！蛋黄哥在庙里起驾！蛋黄哥在庙里中邪！加在一起的，我们差一分而已哦。好，好吗？奥斯丁来演，两位来猜，准备好了吗？好，请出题。加油，汉子。谁？哇，这个猴子加油，猴子加油，很好。开车，宇宙飞车，萧敬腾在宇宙飞车。好，重点。宇宙飞车，你速度快到。谁？萧敬腾在宇宙飞车，阿比考。平手，平手是吗？下一题。平手。前面两题是我们是不是要？基准去讲出来才算对，对啊，是吧？是这样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规定，谁先把现在先不要讲出来，我们就举手，知道答案放在心里好吗？请出题。很好，可以。叶问，好，现在讲这个。不要笑，他讲他可以不知道，对，上下的。
系。在哪里？在哪里 ？OK 吗？好 ，OK OK。叶问来了，叶问在厕所，叶问在厕所。MG 快飞。继续继续，为什么做什么乱讲呢？吉娃娃在哪里做什么？吉娃娃在加油站练瑜伽。OK， 已经很棒了。只要猜到第二个，你就赢了。直接讲了。什么？在哪里钓鱼？哎呀，这是哪？你刚刚说什么？等我，你要举手吗？我举手。我要举手。我们在这抢答。我们在抢答。好强哦！好，他抢的。现在6-4，2分。我们还有机会。加油加油！还有机会，有机会，请出题。简单了，这个好，知道了。是什么？不是这个，是哇，好在在哪？好，啊，很好，假定秘密吃牛肉面。什么？刚刚场地而已，刚刚场地而已，刚刚场地。鸭子在钱柜，这是在干嘛？小鸡在唱歌。不对，不对，小鸡在前柜上学猫叫。第一个错，第一个错。鸭子不是小鸡对，还是第二个错？第二个错，第二个错。小鸡对，小鸡在上学猫叫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小鸡在 KTV 学猫叫。可是徐凯翰没有玩他喝，好可怜哦！我这喝一口，喝一口，刚 man 刚 man 的感觉很养生，还是喝完？好苦啊！喝一口就好，喝一口就好。你要喝完也是可以啊。好苦啊！这谁的想法？好可惜啊！哇，好险 ！OK 吗？不渣的感觉，就是黄连的苦，加上黑咖啡的苦。哦，好。这关怎么玩呢？我们要各队派出一个人在上面，然后我们要排字游戏。没错，排好之后让上面两个人猜。OK， 总共有五题，最多的获胜，猜多的获胜。那因为今天是班花之争，所以就有两位队长、两位班花来猜题，好吗？等一下，我们就是如果谁输，我们就真的这样推。玩我们这个单元的时候，创下我们这个2年8班收视率最高峰。对，哇，多亏了他一个水饺店。哇，是牛蛙整个掉下来，我的阿姨整个掉在地上。没错。
我这边有横的，然后你们两个上面有一个躺到我这边躺，我用双躺，两条。点对不对？对啊，换人。刚换人，那对的啊。不行哎，乐乐你可以吗？那我好啊。那我。好。等等等。好，请戴耳机 ，OK， 请出题。等下我没有音乐。我也没有。有。好。好 ，OK。两条上面的。那我是中间的那个。好，我是。对，那是。这个。是这个直直的。好，你我看一下，对。那我这样吗？这样。对，然后我什么啊？接下来还让我要干嘛？那我好像没事做哎。这样对，洗脚管你不要，你接起来，真的吗？你靠他，变成是一个这样子的。哦，我吗？这样是不是？对，你跟我一样，对的。我会了，我会了。就转收视率。三，对。我怎么要每次答对了？我答对了，耶，还是答对了。哇，洗脚管又没有比到，洗脚管又没有比，没洗脚管。好了，结果我们证实了，洗脚管纯属取一个自动废物。我还在床上面好好都没人猜对，他一叫我走就答对了。真的？好，这个我不行哎。现在我们要的处罚就是你给我垫垫。好，待会我开始。你不要打那个，你要打。
有假电，你们自己知道。有有有有有。第一轮大爆炸，全部弹开。还是好像皮卡丘呢。是你血管这样炸这样子，对啊，这是最弱的受伤的。你看我这边都坏掉了，差不多三掉，怎么坏掉？一条一条。好 ，OK。哎，下课下课下课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是我们要上体育课，上体育课了，好吗？我们一起上课今天。好嘞，今天到下课下课。好，我们进行躲避球位置。西小瓜班花当王，我们班花队绝对是不会输的，再次把他的 New Bro 打下来。他刚才不得不说，因为我太害怕，我今天就可没穿了呢。我们这边的王是红狮。天空，别杀，别杀！不要爬了，不要爬了，不要爬了，不要爬了！哎，我们的小哦，王打王打也回来，王打王打王打吗？王打给王打，好，王打王打王打打王打，接接接，干什么东西？打脸！红战就 K 一个，别走别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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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下面一点，打下面一点，我打，我打，我打，我们
全部人救回来。我想都是蛮强的，我来了我。先讲一个，你们自己谁想被打？谁想被打？我不想，我不想，你不想，你不想，你不想。哎，让我冷静，不要不要，不是王打，王打，王打，没事。啊，王打，可是我们没有人可以救回来。哦，就这样，直接吓吓他们。好，所以我们可以派一个。那现在他打就可以了。来，打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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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力点，大力点。哇哇哇！加油，徐凯浩，打他！我跟你讲，这个是斜眼球，我先看着。斜眼，斜眼。我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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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徐凯，他把我双手抓住，那我要怎么接球呢？你不要玩你，干嘛不要玩你？有点漏气，我怎么打到漏气？好，我们的球，他们的球，他们的球，他们的球，对，他们的，他们的，他们的，给他们。好，来来来。哇！打呀！喂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赶时间。哇！时间。哇！赶时间。哇！接到，接到，接到！来来来，躲避球。哎，这一你小时候是校队的。摊平，摊平，玩一下，玩一下，玩一下，玩他，玩他，骗他，骗他，哎哎哎哎，假动作，俏皮哦，俏皮哦。你干嘛走到前面给我抢？不是，我们在 Just Kidding， 不是。太天真了。对，他是王。是吗？对啊，我是真王。兵不厌诈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这队有新小瓜，这个笨蛋还要凯奥的笨蛋。让他们一球啊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啊，好不好？觉得太快了，让他，没关系，又给我看。你怎么人那么好啊？刚刚那个开玩笑。好，就是 Kidding。Just Kidding，Just Kidding，Just Kidding。你们死得太不明不白了。接球，接球，接球。把耳环打掉！哇，我变了！哇！接球，接球，接球！好紧张啊！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啊？那什么意思啊？不好意思，传球！你传！出去！出去！出去！对，你要救人进来，救人进来，不能传球。不是。哎，还 Just Kidding， 没有 Just Kidding， 没有 Just Kidding。好，来来来来来。还要往？还要撒野？不是。要。好，很好。
少，我偏少。这直接先一个快速球的，哇死了，直接死一个，先出来，汉斯，来吧，怎么样？我的球很快吧，又快又直，打好，我来救啊，好，哎。处罚他，其实二也笨啊，我算是聪明的，记惩罚。新歌《Got Job Back》尬到底的新歌演唱会跟会后签名会会办在3月31号的西门町大河岸。那怎么样可以入场呢？就是你只要有《Got Job Back》的 EP 就可以到现场兑换门票啦。我们的 EP 里面呢会有一张团体的签名卡，还有随机会附赠另外一张个人的签名卡。没错，对，那欢迎大家多多支持，多多收集，就可以来我们的《Got Job Back》签唱会。对，我最近发现了我的写真书，里面有很多写真。哇，有这个哎，太厉害了！那这个就等下可以送给你。这个不是送的，我要。3月24号会有我的写真签名，然后我的最新单曲《嘟嘟嘟》已经上线，在各大数位平台或者是我的 YouTube 都可以看到。好听，好听。原地十下，好嘞，请开始来，请问新小瓜队可以边教大家边宣传你们的作品啊，来，继续啊，请开始，一，唱一下欢乐线，准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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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认真唱，认真唱，一起，认真唱，认真唱，这个很好，是的，对不起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目标校门口集合。这个是真大人，我来这个是社会黑暗。阮一支来点，酒一杯来打。这样的歌的好处就是，你看我可以用很多种不同的方式唱它们。哦，还可以用什么方式呢？一起。阮一支来点，酒一杯来打。对呀，好厉害哦。可以用比如说 Cherry and Tell。我的车里乌甲金丝丝，别记别记，江湖无情，人快人记记。我教你一个声音好不好？好，就是我最近学会的，自己创的，有新的，我要学。台湾云豹已经变种了。云豹，你好。哇，还会啊？哎，那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们都没听过。对啊，你会吗？哎，不好用，有点像那个咕噜的声音，会不会？好了，你冷静一点，你冷静一点，你们会吗？
可以出来 battle 一下吗？